Hello，大家下午好，我是尹生。今天大家看一间 condo 要出租，位于 Scott Pine Mandasuy Long，这个是在犹大附近的这个公寓，位于 Cypress 隔壁。走路去犹大只需要3到5分钟到犹大的正门口了。我们今天看这间单位呢，是有一间主人房、2间中房，然后跟一间小房，总共是3+1，总共4间房间的。现在我们在客厅的位置，我们这边看可以看到有。市长，这个 study table 这个是前面把这个橱可以来放东西啦。它这个是 TV cabinet 来的，这边有 sofa set 跟 curtain。那我们下去看一下我们的饭厅，这是饭厅的位置了。饭厅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dining 的 table set，然后跟4张桌子啦。因为屋主已经准备好了全部那些床架、地拉嘛，就是 mattress 已经有了，所以不需要另外买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主人房，跟风扇、衣橱、curtain。还有冷气，这边还有一个放一张椅子在这边就可以这边温书了。这边有一个 sliding door 的，这个是主人房的 private bathtub，然后跟那个 mixer 了，然后这是我们洗手盆跟我们的 bidet。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小的中房啊，这是我们的厕所了，2间中房 sharing 的厕所是这间，然后跟这个是我们的小房，小的中房。这个呢是我们的大的中房了，OK，屋主他会 provide 的东西就是有衣橱、冷气跟床跟床架、桌子，所以这间单位呢是算 fully furnished，但是 WiFi 啊、水电费跟 Intel 的这些是不包括在租金里面的了。除了这些东西，我们 management fee 也是已经包括了的了。Okay, 这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冰箱 double door 的，OK。差不多的，这些东西全部已经清理干净了，屋主已经打扫好了，所以是已经 ready move in 了的啦。这边是我们的 wet kitchen area 啦，就是大家如果有大吵大煮啊，或者是有煮油烟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有窗口可以开窗口啊，然后两个这个 exhaust fan 在这边，我们的洗衣机，这是我们这因为它是4间房间3间厕所嘛，这间单位，所以这个是后面的厕所。也是我们就是这一间 storeroom 隔壁的厕所，来这边看到我们的 storeroom 这里，这间房间就是屋主他之前买了很多那些床架，全部都是全新的，包括 mattress 全部还包着美美的，所以这间房间就暂时没有住人，只是前面3间的房间了。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这间单位呢，租金是2300，2300。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照片全部放在以下的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看我知道，谢谢大家。